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晚安！我是小恩姐姐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爸爸的话，一起来向他祷告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：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在寒冷的冬天，要离开温暖的被窝，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心里总是想着，我再赖一下床，马上就会起来了，想不到却睡过头，迟到了。在生活中，常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，虽然知道应该去做，但身体却不听话。但经文却提醒我们，不能放纵身体做自己的主人，而是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让自己的身体听话，听自己心里的话，听神的话。当我们知道吃太多零食对身体不健康，就不能吃太多。偷窃是不对的行为，就不能让自己的手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做出神喜悦并且荣耀神的事，就是最棒的小勇士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有时候我好软弱，知道有些事不能做却去做了，有些事该去做却没去做。求你帮助我，使我有力量，能控制我的心及身体，做出你所喜悦的事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